现在的时代不是你一个做得好就好，所以我们会创造更好，明天会更好。我们让鱼松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食物，坚持说我一定要这个全台湾做鱼松的模范生。其实参加后我最大的改变是更勇于去尝试，透过同学的交流可以发现每个产业其实面临的问题不太一样。上一届得奖的西府是我印象最深刻，因为他们将传统产业做成职人的态度，这个其实对我来讲是有很大的帮助。